萌萌。本期节目由好味商店的好味仙子换毛膏赞助播出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又到了猫咪换毛的季节，大家赶快来试试看好味仙子换毛膏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是浩姐姐。大家好，今天是大哥。特别来宾，我是妈妈。我前几天因为下雨太无聊，我们在雷蒙斯逛玩具店。逛完玩具店之后，我发现现在玩具真的不行。雷蒙让爸爸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玩具，好吗？好了。反正我们就是买了很多我们觉得小时候很想要，对，但是只敢想，只有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。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把它买回来了，强迫推销给雷蒙。开心。第一个日加油机，小时候小女孩的广告有没有？很多小女孩一起，然后很时尚，在那边聚会，然后大家在那边做指甲。那我要去咬地壳纹吗？真的吗？她那天穿一个粉红色洋服，跟阿妈说好漂亮哦。要不要帮她咬？为什么？不要，我要开。你要惹她生气？怎么样啊？然后剪刀石头布赢的我就开。剪刀石头布，布，我赢了，那我可以开了。妈赢了怎么办？那我可以开了吗？好。哎，你有遵守剪刀石头布，两步子好像。抽出来。有一台神秘的机器，还有五个颜色的指甲油，然后还有一些工具，然后指甲上面装饰贴片。这个好像是砂纸哎，这个。抛光。耶，大家也要这个哎。那两个很有兴趣。完全没有热情。他说你要选一个你喜欢的，然后放在王位上，工具什么的可以放在这边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它是底下的垫片。整体造型就是一个这样的做指甲机，然后上面有一些工具配件，这样很精致的哎。所以你就是把你指甲放在这，涂涂涂，这边压下去之后应该会亮之类的。有你，慢慢。我看他的著作上面说，先把双手洗干净，再来呢，用他这个抛光的，稍微摸一下甲面。为什么小时候要做一些长大就可以做的事情？小时候想当大人呢、啊。你看女儿，真的喜欢。他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好，食指抛光之后呢，再用这一支，然后前面有一个软软的东西，让你把你的指缘往上推平整，就是都会修指缘啊，美甲师都帮你修指缘啊。你选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要放在这里，再走开。糟糕！小姐妹就要帮忙啊！不要了。好了好了，爸爸拔出来。然后我的食指放在上面，涂上心爱的颜色。哦。涂完底层之后，我要来风干我的指甲，好有仪式感哦，好有仪式感，而且它还会亮，好开心。好，吹干了之后呢，把指甲放回来 ，Hello， 然后再稍微涂一点点指甲油，清新吗？我手指头好粗哦，毕竟是婆婆了。好适合你哦！天哪，我的小闺蜜们呢？天哪，好漂亮哦，好亮哦。闪了吧！你看我指甲好帅呢，有一颗星星哎！哎、欸，这对小朋友来说，在家里可以做一个像模像样的指甲，很棒，好不好？对，还有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来贴一个这个假指甲片哦。还有，我也想回家了。还有，你指甲太小了啦。让妈妈选一个。你要选哪一个？这个好啊。默默选的是这个粉红藤蔓里有一颗宝石，这个。默默，你要这样。贴上去，对吧？再用剪刀把前面这里修剪掉。哇，那这个要有大人在旁边陪同啊，不然要怎么玩这个剪刀？给爸爸看啊！我们贴好要给爸爸看是吗？是吗？不用了，爸爸没有兴趣。给爸爸看啊！好，推好了，推好了，推给你看。哇！听说朋友家有新的玩具，到我现在发现是指甲油机。闷炸，我不去抓青蛙。看，做起来两配配，它的边缘不会啦，很棒哎，钻石哎，这个有漂亮吗？默默，我们干不干？我不敢说实话。默默，你说好可爱哟、哦！哎呀，果然，那这个有好可爱吗？可
我闺蜜超棒的，你们想吃吗？还用小指甲。整副玩具，他只对这一根感兴趣。这个儿时想要的美甲机，闺蜜 party 圣品，钻石还会亮。五分吧，四分吧。哎，毕竟是女孩儿的玩具。三，问我几分？五分。小时候觉得电视上看起来好像可以有很多很复杂的操作，然后实际上拿到以后发现该有的形状有，可能小孩子会觉得好像自己有在干嘛，但其实变化有点少。我觉得玩过一次就不会想玩。这个《侏罗纪公园》真是棒棒龙，好奇心点满。霸王龙，很大只的哎，好 Q 哦！为什么摇摇自己就会讲话啊？就是它尾巴后面有个按钮，按下去之后它就会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点好笑。哈哈哈哈哈！宝宝把它的电池拆掉。Hello， 嗨，萌萌，它是和蔼可亲的龙龙啊！嗨，嗨。看起来不像怕，你不会怕、啊。哎，你好，蹦蹦。嗨。Hello。会说话的霸王龙，请给分。八分。八分。我觉得会稍微低一点，因为雷梦有点好像有点玩不起来。你不是要推荐给雷梦吗？对啊。但雷梦好像不太行啊。为什么？我本人是蛮喜欢的。好，不错，不改戏也高。跟巧虎一样通用，另外教娱乐。猫猫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睡觉了，好。然后嘞？晚安。哎，下一个赔了多。这个是他的心愿清单。小时候没有看过那个，就是那个奶昔和薯条。对对对，和薯条的挤出来的，哇，超猛，而且好像可以吃。但后来发现好像其实不能吃。还有一张厨房的台面，这个你认得对不对？套一张这个说明书，说明信，我觉得最好是小孩看，至少三十岁的我看不懂。他打开之后，里面那个模子就打开，关起来那个模子就关起来。好哦，这个应该是他一个做蛋糕的组合，又一台这个蛋糕烤炉，然后有一些模具跟做小碎料造型用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挤花的这个针筒蛋糕座，不同尺寸各色的粘土。首先拿出这个应该是蛋糕的一个模具，然后呢，把料塞进去，压完之后呢，打开，放进去，关起来，压，叮，好酷啊！挂起来，打开。它里面是甜馅料，它里面是空心的。好，我们完成蛋糕体了。好，这两个是用来做这个小颗粒的花花的东西。内馅，旁边可以放土。呀呀呀！好的。嘿，有很容易呢。我们看你做的花花，哇！黑一个，黑一个，黑一个。他反手。白粘土放进去。模子压上去，用力压到底，第一批先牺牲，压压，第二批，哎哎哎，牺牲了不少，哎，很难哎，很难哎，弄啊，土要多一点，感觉土要多一点，那把我挤出来的全部，最好是给小孩子玩的，挫败感太强了吧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做出他那个小星星，好像玩的好开心，因为他没有挫败感，但我们有。他这样转一圈之后，全部就都撞在一起了，超级全都变圆形的。你跟爸爸说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妈妈，你看妈妈做的好漂亮哦，有吗？然后掉下来，有啦，有像，有像，有像，有吗？有吗？圆形很像，这良率不到50%。哇，你这看起来像玉米哦，还有玉米，玉米，玉米真的，把这个塞里面的，不要讲究。对啊，找回了童心。米粒放进我们的这个蛋糕体。哎，默默干嘛？看，
谢谢。盖回去。哎，好。不要了。我要来做奶油挤花了。是故意想要用点皱褶吗？对啊。哎呦。靠，他超像马铃薯泥的。默默，你在玩地瓜。果然没坏啊。我放一个下去。好好放到蛋糕上面。对，棒。玉米地瓜口味。对。草莓蛋糕哎。草莓蛋糕。还有。好玩吗，默默？里面。哒哒，默默完成。是什么蛋糕呢？草莓蛋糕。哎，草莓蛋糕做这个马铃薯泥跟地瓜。淀粉太多了。绿色的应该是瓦萨比吧。默默切蛋糕。来，切切。哎，妈妈带你一起切好吗？啊，这个里面是有料的哈，哇，太难了吧！太难了，华丽蛋糕组8分，5分，我觉得太难了。我觉得难是难在我们有那个得失心，很小。小孩子你就把它当成就随便的那个黏土玩具玩，应该就玩得蛮开心。嘿，特特，哇，这真的是梦想，梦寐以求，梦想。布丁我专门在那种那个下午放卡通的时候。狂发，没错。小时候超想要，但是就是感觉太贵了，不敢问。哦，是吗？我妈说很危险。你要开开是不是？你要开吗？好，从这边压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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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爽了吧你！太爽了吧你！话说一台这个走推车，没卖。哒哒，太长一条了吧？这是它的说明书哈，嗯，没有很容易的哦。它内附一台奇形怪状的车，首先要先贴贴纸，这不是应该最后再贴吗？启用仪式的时候再贴。为什么又不给我？我俩直接吵架，跟小孩吵架。什么啊？为什么又不给爸爸？爸爸不可以玩吗？我玩具一定要玩到吵架的。对啊，喝起来。干嘛？他现在要调整位置吗？撕破了！没有没有，看不出来看不出来，但是他现在不能调整位置。怎么不要？不要什么？我这边煮哎。哦。好高。长高高嘞。他长高高啊。嗯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。感觉会打结呢。好了，还有两个轨道哎，这轨道是在哪里的？这里。七，然后再往上。七哇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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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好大哇！嘟嘟，在开始前，我买另外一组车车，然后这个车子是可以放在这里的立体停车场。要把它放满不容易呢。OK。至少单面看起来有排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启动了。打开。好，打开。哦哦哦哦！哎，坏了！哦哦哦哦！坏了，做了没装好还是怎么样？
哇，太快了！难怪我妈说危险，看起来真的蛮危险。这个超危险！是华丽的组合，七分，五分，应该很低，是不是你梦寐以求吗？是，但是有点，它实际上也是像它效果所说，但是哈，它那个整个气氛特别紧张。它第一下其实蛮炫的，对，但是它之后开车过去的时候，所有地方都在震动。我有没有想象说可以像是一个疗愈系的玩具？我就看它那边一直跑，像沙漏一样，没有，无时无刻都在很紧绷的气氛底下，随时都很会喷射出来。经过那个出生之都不会腐的阶段，对，不是会兴奋那个年纪，比较大小孩比较适合。好，我们今天开了我们三个人，包括雷梦四个人梦寐以求的玩具。哎，玩具系列，首先你最不喜欢的是，是不是指甲油？不是，我想说这个啊，什么？我超级讨厌那个土混在一起，我觉得它只能玩一次，压力很大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会很焦虑。你最喜欢的是？我最喜欢的是恐龙，是不是？我一开始最看好它，但我现在觉得它最适合现阶段的我们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真的。好，你最不喜欢的是？最不喜欢的是这个指甲组啊。怎么会？你 get 不到而已吧。的确是 get 不到。的确是 get 不到。对啊，你 get 不到的关系啊。你最喜欢的是？我觉得那个可以乐多哎。你要帮我擦擦啊、喔。说这个土吗？对啊，上下限也很高，就是说它是可以做到很精致，也可以做到很随便，可以适合不同阶段的。我最不喜欢的，我现在觉得是风火轮哎。首先是压力太大，再来是它没有地方可以收，有点定位哈。对，然后刚刚我组起来，有些地方感觉是很难拆的，拆回去之后，然后你可能很难把它再组回来。我最喜欢的，我觉得是培乐多哎，又变化，所以你不一定要照它这个去玩。毛毛，你最不喜欢哪一个？恐龙泡泡。恐龙泡泡。哪一个好喜欢？恐龙喜欢。又爱又怕。好，以上我们就是这次的儿时记趣梦想玩具组，没错，大家参考看看，是时候实习童年时的梦想了，没错，那今天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拜拜，默默跟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两个晚安，睡觉晚安，晚安。嘿，本集由跑步小姐好味鲜食厚毛膏赞助播出。总共有三个口味：真有鲜鱼、阳光嫩鸡跟蒜油嫩鸡。好味鲜食厚毛膏呢，是不用矿物油，改用天然的油脂，然后还有膳食纤维，促进猫咪肠胃蠕动，温和化毛。然后我们的化毛膏呢，全部都是用纯天然的食材制作，所以不但可以化毛，还很好吃，还可以当作奖励给猫咪哦。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下，现在只要加入好味小姐的官方 LINE at， 每个月呢都会有特别的优惠活动哦。像这个月呢，即日起到6月30号，只要结账的时候满1500元，然后输入优惠码 SCBD， 就会送猫补丁口味任选一包哦。那有兴趣的人，记得点我们资讯栏里面的链接去看看哦。